崔留才对阵奥拉兹盖尔迪。后手中了，小心，给了崔留才一个了，漂亮，连续的前摆跳膝，漂亮，哇，崔留才刚才呢确实就像一杆狙击枪一样埋伏蛰伏了很久，等着一击毙命。在前面的比赛，我们看到盖尔迪基本上是在压制着崔留才在打各种拳法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慢放，我点了一下左腿的跳膝，就这一下，红方胜。